学生的十二个尴尬瞬间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找我嘿嘿干嘛？你哪个班的、啊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嘿。肯定是找塞吉啦！派派老师叫你。哎呀！颤抖吧，凡人，无奈施展塞吉。咦我没有放屁，是这椅子。哎，怎么没有了？二货们，俺累你，走错班级了，我又走了。什么事呀、啊？小妹这照片好看。早晨来了，给我玩笑。等一下，给我。哎呀，你别动。